小哥，你咋的还哭了呢？怎么？来来来来来，爸爸妈，你坐着你坐着，爸你别哭，爸，咋的出啥事了？你这么着，你别着急啊，你跟我说，只要我能帮忙的，我一定帮忙。高哥，哎，爸能理解，爸也是个男人，我也是从年轻时候过来的，啊，33年前啊，啊，我们文工团那个舞蹈队就来了一个跳舞的小女孩，她叫小红，啊，我们天天在一起呀，啊，就是排练呐，演出啊，时间一长，她说她稀罕我，哎呦我的妈！哎呦我的妈呀！爸呀，爸你别跟我说了，我有点紧张，你跟我说这玩意儿，这事儿我咋不知道呢？你妈都不知道，你知道啥呀？不，你过来，你听我说完。啊啊！有一天我们去郊区慰问，啊，演完出了，我送她回家，啊，我们俩就走在浑河大坝上。那天晚上，斜月当空，繁星点点。我们俩就在四目相对那一刹那，我低下了头，哎呀，他羞红了脸，哎呀呀呀，我，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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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在这关键时刻啊，我的脑海里闪现出两个字啊，责任。一想到这儿，我一脚刹车，我就把自己定那儿。你可刹车了，你吓死我了！你，刚子，你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啊？浑河大坝呀！啊，万一我这脚没定住，顺着坡出溜下去，那在汹涌的波涛里翻滚的就不再是浪花，那就是你爹呀！太惨了！哎，那年。大米粒12岁啊，爸挺住了。你们家妞妞也12啊，你可得给爹挺住啊。爸，我不去浑河。爸，你跟我说这什么意思啊？我发现了啊，这孩子12就是他爹的坎儿啊。哎呀妈呀，爸。我明白了，你是点我呢，是不？你点我呢，话里有话。爸，你是不是刚才看着我跟大美在一起？你是不是误会了？你俩干啥？哎呀，爸，你想哪儿去了？啥事儿也没有。我不用刹车，我根本就不给油。刚子，烦死了！行吧，干啥呢？这么热闹啊！那李宝奇。我怎么在哪都能看着你呢？你俩认识啊？啊！哎呀，那太好了，我俩以歌会友呢，唱歌呢。我的妈呀，他会唱歌，他唱歌还有人听吗？妹妹，原来你不会唱歌啊？你不会唱歌，我俩在这叭叭干啥呢？于小脸，你这么说话我就不爱听了啊！我还不走了呢，我要投诉，不理了。投诉啥呀？他唱歌扰民。嗯啊，说我唱歌扰民跑调，完了可能不太爱听。不是你同学是没打听咋的？我二林是铁西好嗓子啊？啊？怎么的？我的歌声就那么不堪入耳吗？再说了，妹妹，我要是唱歌跑调的话，对吧？那别人早告我了。那个二林子，你唱歌的时候旁边有别人吗？没有啊，姐啊，嗓子好。不代表你能唱歌。这样，你先别说话啊，二姐，你这么的，来，整上那么一首，让我感受一下啊。我得掌握证据啊，是不是？不是你到底啥意思吧，于小脸？整两句行不行？上边山呢，整什么两句呀？我都唱整首的，我先走了啊。回来，干啥呀？刚投完诉啊，就走啊？多好的机会，唱整首，唱。听好了啊。天上的星星赞美，你唱那个，不用你唱，唱。咋的了？换首清新一点的，改变一下风格。好，好，好。是谁在唱歌？温暖了寂寞。唱。
给我一片绿草绵延向远方，站住，给我一只雄鹰，一个威武的汉子，站住，我的一起漂泊到天涯的交错，走吧，红马的汉子你威武雄壮，现在还想用真爱把我哄回来，走，爱情不是你想买想买就能买，住口，哎呀，停停停停，听明白没？听明白了。姐啊，你刚才那首歌简单来讲就是爱情买卖的跳马杆自由飞翔了，这几首歌让你连的一点瑕疵都没有啊，是不是？认不认识这个？啥呀？想群想矮练行缩啊？那天晚上我就跟我媳妇跟他过了一宿啊，从那以后这把锁就是我事业的指路明灯，就是我公司的吉祥物，他一直默默地鞭策着我。耗子，你疯了？嫂子呀，干啥？来找一个。哎，他我是谁？哎呀，耗子呀，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？哎呀，二米脸，我真对不住你。你说你把我妈绑了，真是。我跟你说，郭子行，我跟你说实话，他不是我老公，真的，他不是我老公。你骗得了他吗？你骗得了我吗？还他不是老公，他不是老公，我是老公啊！我不可能是你老公，那他是你老公吗？郭子行，我真不是他老公。他是我老公。什么岔题了？好像是没有人说把自己前夫照片摆家大厅的是吧？哎，赶紧的开！耗子，你上人家折腾啥呀？我说跟你说，跟你说，跟你解释，你就是不听。那我赶紧给你开开。嗯。哎呦我的天！折腾啥玩意儿？你在这儿？是啊，我这你看，耗子手艺不错呀。是不行吧，我也是个修锁嘞。啊，门口那个修锁公司就是我开的。不是，那你咋不说呢呀？我说你都不听嘛。二米六，对不起了啊。哎，没事儿。小土豆，哎，你打我的事儿咱扯平了啊。思琴啊，快走快走快走。哎，对不起啊。哎呀，快走快走快走。那个前夫哥你不错啊。走走走走走。老公，老公，你别哭了，这事儿我不对啊。那个，这不是我同学吗？人还小时候还救过我，你说我是不是应该这样做？你是不是应该理解我？我理解你。你还哭？拉根儿拉眼睛，烦死了！我觉得我刚才对你的道歉实在是不太真诚。你刚才不是还跟我俩巴巴的吗？我巴巴的也不够真诚。那我问你。就是因为我觉得少，我想再给你一百。小黄女士，我觉得你可能不好意思要。不好意思要？谢谢，再见。给我站住！你干什么？你岳父大人，哎，你能不能带着我的太太再去遛个弯？不是，还溜啊？这是和黄女士的事情还没有谈完。行，那行，那你快点啊。好的，一定要注意素质啊。是，嗯，今儿表现不错。慢点啊，注意态度啊。好。没见过钱呢你？你要干啥呀你？你就是左脸欠抽，右脸欠帅，左脸欠抽，右脸人比黄花瘦，没有几两肉，皮比生姜厚，子弹都打不透，怪不得呢、啊！怪不得你这么大岁数你都嫁不出去，我再告诉你一遍，你永远都嫁不出去。你再说一遍！我说一遍，我说一百遍，你嫁不出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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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嫁不出去。呀，谁是他？你
去。不是小黄啊，那个我老公到底是把你咋的了？啊，这多大仇多大怨呢？道个歉，跪下就顶大天了，这怎么给我们都整趴下了呢？他说我嫁不出去。你就是嫁不出去。哎，你太优秀了，没有人能够配得上他，太完美了，你 beautiful， 对不起。小黄啊，不近不离就行了，钱顺风都给你这样了，你就别得理不让人了。就是啊。啊请问邻居们都在这呢哈，看看我啊。等会儿，我是不是不穿保安服，穿上这个经理的服装，是不是特别的帅？等会儿，那谁，小彪啊，快来啊！我在办公室等你啊，抓紧时间，好不好？我这一天的我的业务啊，我是非常繁忙的。我没有时间啊，我早就进屋了。你说你都进屋了，你接什么电话呢？这不浪费电话费吗？这不表示亲切吗？亲切啥？来，坐啊！哎呀，看看我这个工作的环境，坐吧，没事，都真皮的沙发，老大。哎呀，怎么今天这么有兴致？来我这儿参观呢？啊，我这不路过嘛，一寻这小区有你这个老同学搁这当保安呢，我就看一眼。等会儿，什么当保安，那都是什么时候的事儿了啊？我现在这个行头，这个气场，这个环境看不出来吗？这个物业的总经理，知道不？哎呀。经理呀、啊，对，哎，不对呀、啊，经理那不是田笨笨吗？你看看他这个名气，还田笨笨，一个笨不行，还俩笨，还笨笨。下去了，啊，这个现在是我的手下当保安呢。不是，厉害不？下来了啊！那你先下去，别坐这儿了。你怎么样啊？啊，怎么的？这还给田笨笨他爸开车呢？不是，那是多少年前的事了。现在他爸给我开车，我是董事长。你董事长？嗯。不用管我啊，我找下衣服。小脸看我衣服没？烦死了！我爸，咋爸？小赵！哎呀，哎呀，雷猴！你还在那个计算机厂拧螺丝呢？早就不拧螺丝了，我现在是心理医生。你是拧螺丝的，你难能当？不是，等会儿爸，你们二老认识啊？好几十年的交情了。哦，他对象。啊、当年都是我给介绍的，是吗？前两天走街上还看见我了呢，啊、跟我聊天啊，说那个老范大哥呀、嗯，别人坑人坑一阵子，你坑人坑一辈子，天底下好爷们有的是，你给我介绍的这个，那叫啥玩意儿了啊？行了，主管快请坐啊，请坐，爸你坐，你让人给你看看啊。老范呐、啊，我告诉你，我这个心理医生啊。不但能够给你看病啊，还能看你全家的情况。还看我全家情况？不是真的吗？哎，你比如说，我现在看一看啊。啊，你女儿的钱包丢了。啊？我说马道，你这我哪个女儿钱包丢了？啊，老二二女儿。这老二、嗯，你要说我大女儿把钱包丢了啊，她丢什么我都信啊。我二女儿能丢钱包？那家伙那插上尾巴就是驴，沾上毛就是猴，他能丢钱包，你打死了我也不信呢。钱包，哎，看着我钱包了吗？没
哎，这模样，还蒙的吧？蒙的，蒙的，叔，你蒙的吧？我现在再告诉你，啊，你女儿的钱包又回来了。你说丢就丢，你说回来就回来呀，啊，你说点别的，你这玩意儿我能信吗？爸，爸，你说我心多大，钱包就落车上了，我都没看着。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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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百年不遇的大暴雨呀，啊，这个雨一会儿哗哗的下，一会儿拉拉的下，一会儿哗哗啦啦的下，现在没了，你真不知道哪片云彩有雨。小姨夫，哎，小姨夫，爷爷，咋了这是？哎呀，我别过，别说了，我说吧。那个是这么回事，小姨夫，这王小倩找了份工作送外卖嘛，结果她用这个车把人小汽车给撞了。人家汽车没事吧？没事。咋都问车呢？没人问我呢？你不在这儿呢吗？不是，最主要的是他们那个领导要罚他500块钱。小姨夫爷爷，我浑身上下呀就33块钱，你能借我点不？你看看人家，你看看人家，有人借你就不错了。喂，哎。啊，对，刚才电话响了吗？没有吧。我震动。喂，嗯，对对，好。小姨夫，别说话。你妈在家吗？在家。我找她。哎，二姑你别走，二姑你别走。哎，小姨夫，小姨夫你别走，小姨夫。我干啥呀？你拉我，你起来。那个小姨夫，你赶紧帮我劝劝他，他老追着我屁股后边去管我借钱，老哭唧的。行，我劝劝他。我劝人最厉害了，那对对对，一绝。你听听听听，小姨夫劝劝你。小倩儿啊，没事啊，没事，走吧。完了，哎，完了。好了，没好。那你让我干啥呀？哎呀，我别过，过去。哎呀，行行行，陪你唠会儿吧。能唠出500块钱来不？一天到晚钱钱钱，钱能当饭吃啊？钱是吧？失去了咱们再挣，对吧？钱不能代表一切吧？嗯，我们老板要像你这么想就好了。别说你们老板了，你多想一想一些美好的事情，对不对？除了钱，还有美好的事吗？从现在开始不许提钱，好不好？我不提了。我就33块钱，不提了。33也别提。啊，不提。说你呀，啊，不行了，我呀得给他放点音乐。对，咱们呀一边聊天一边听音乐，好不好？这招好。啥33块？33块有啥意思？我的口袋有33块。哎呀，你们不让提吗？你咋提呢？我不是故意的。巧合嘛，是吧？巧合。没事，咱们再找一首啊。不许提钱了啊，都不提啊，不提不提，不不不不，有了。我赚钱了，赚钱了。谁的？你的，你的。还提，还提。不听音乐了，行不行？对，不听了，不提了。哎呀，唠点什么呢？哎，他是不是喜欢咱家小米粒？对呀。那我找点爱情歌曲不就完了吗？找去，对。哎，小倩。听点爱情歌曲，然后你自然而然就能说出藏在内心当中很久的3个字儿：给点钱。又说那话，告诉你别说钱，别说钱的。你烦人，表白，表白，懂不懂？来。好想认识你，从上辈子起。多好啊，上辈子就认识你。上有我陪着你，每天晚上都陪着你。爱你在心里，我从未提起。含蓄。在此刻，我要告诉你。来了啊，表白了啊。没有钱，你会爱我吗？简单的。我给你说件重大的事儿吧，烦死了！哎呀，这等会儿，
问你事儿呢。啥事儿？我一会儿出去，我那双皮鞋搁哪儿了？你皮鞋多了，我哪知道哪双啊？就是6000块钱我买的那双鞋，鞋柜里呢。哎呀，我一说价钱他就想起来了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，6000块钱买双鞋，你说烧包不烧包？就他这双鞋，够吃我多少年大葱的？哎呀，哎呦，哎呦，锃明瓦亮啊！味儿不味儿？味儿什么呀味儿？哎呀，哎，大姐夫啊，哎，你看这双鞋啊，我记着我买这双鞋的时候啊，我是身家百万，我今天就要穿上它，我重走辉煌路。哟，祝你这回的买卖辉煌了啊！你能不能说点好话？辉煌你就一块儿说，还辉煌了。不是不是，大姐夫，你等，放下你的葱。干啥呀？哎，你看这双鞋，我平时也不怎么穿，好像怎么不这么亮了呢？能亮吗？这么好的鞋，你也不上油，也不保养的，真是。哎，大姐夫啊，这是油啊，这是鞋啊。哎，你帮我上上油。哎哎哎哎哎哎，钱顺风啊，怎么了？不是在这个家里，你让我给你干活，就这么理直气壮吗？行行行行。哎，啥意思啊？来，我给你20块钱，你帮我擦皮鞋行不？啊，咱俩都是女婿，啊，这鞋你就不能自己擦吗？不是，咱俩是都是女婿，咱俩在家的位置不一样。怎么呢？你是干物业的，专门搞服务的，我是民营企业家，我是负责赚钱的呀。你看，在咱们这个家里。你服务我赚钱，你看咱俩配合的多好。那你这话说的也不对啊！我也赚钱呢。没说你不赚钱啊，你赚的慢啊，我赚的快呀、啊。拿着拿着拿着啊，自己干吧，大姐夫。干啥？让你帮我擦擦皮鞋，怎么了？街坊邻居们，我们家房子的首付谁付的？ Yeah! 你听听，我容易吗？我这辈子我倒霉你身上了。我跟你说，你这房子首付压了我一辈子。不是，大姐夫啊，不是，你好好擦，我这笔买卖要谈下来，有你的好处啊。哎，到时候我会越来越富，越来越富，越来越富。我就是咱们家的岳父。岳父来，岳父，岳父，岳父。我一会儿出门啊，赶紧擦啊。哎呀。啊哎呀，这色儿不好看，可以撇了。是吗？哎呦，我的妈！这个看见了吗？吊牌还没摘呢。不行，这都可以啊。二米啊，这我塞不进去啊，这个。使劲塞呗。哎呀，我说二米粒啊，啊，这好衣服就扔呗，多白瞎呀！我看我能穿不？妈，你当活套还差不多。哎呀，二五粒啊，不是妈说你啊，你说你这孩子前两天买了几套衣服，这立马就喜新厌旧了。对啊，我不稀罕，不稀罕就扔啊，这钱那么容易挣吗？啊，你攒俩钱行不？留着挣用行不？行啊，你有俩钱你就嘚瑟，你真是你让我生气，你知道不？你说这么好衣服说扔就扔啊，这呀，啊，谁家过日子都有啥呀？是啊，妈。哎呀，你听我，你妈我年轻时候啊，那一件衣服穿好几年呢，那是新三年旧三年，缝缝补补害三年。老大穿完老二穿，老二穿完老三穿，老三穿完老大穿，老大穿完行，怎么又穿回去了呢？不，妈说那个改一个超短裙吗？对呀，我给你大姐改个超短裙，那还穿好几年呢。对啊，你说挣钱容易吗？这钱是大风刮来的。是是是啊，你就听妈话吧，这么好衣服能将就穿，哎，就穿吧。哎呀妈，行了，我的天呀，咋的了？我实在太磨叽了，你。哎呦我，那个老大老三，你俩顶上，我歇会儿。不是，我二米零，你跟妈来这套是吧？你跟妈来这套、啊、对吧？行不行？别像没事人似的，给我过来。不，我说你这大学毕业了也不好好找个工作啊，成天晃晃的像个眼前花似的，你干啥玩意儿？你啊，我这不准备考研呢吗？啥玩意儿？你考研呐？啊，哎呦我妈，就他还考研，我看你是研究头发整啥色儿，再整个什么脸儿啊，买件什么样的衣服再露肚脐眼儿吧。啊，你说你爸，这
生气不啊？生气不？妈，人家那叫时尚，懂啥呀？啥时尚啊？啊？你瞅那衣服，大胡子小眼的，不开线都整开线了，扯鸡巴烂，穿身上还小挺好看。你说这玩意儿？好看你自己看吧，瞅瞅袜子还整的钉，哎呦我的妈呀，也不怕扎着谁，你瞅你那，别给我俩臭美，干啥呀干啥呀，在这扔这玩意干啥呀？啊，我说小米粒，我看你吃一个啊，昨天买那么大一包小食品，吃就剩这几袋了啊，让你吃点饭吧，这个不好吃那个不好吃，挑肥拣瘦啊，吃这玩意了啊，一个顶十个，这啥好玩意啊？啊，不是色素就是添加剂，能对身体有好处吗？你给我站起来，瞅你瘦的那样都赶上相片了，一出门大风嗖下来给你刮天上去了，当风筝放了。对了对了，妈妈妈妈妈来看，破草帽子晒脸，还是我好吧，我长得跟小秤砣似的，底盘又低，我要上天直升飞机得拽着。妈妈呢，你信不信我能把直升飞机拖冒烟了？大姐啊，咱妈刚歇口气，你还给起头啊？妈，你看你看起头咋的？哎，小美丽，你说这话是不愿意听是吧？我告诉你，你愿意听我也得说，不愿意听我还得说，哎，我就是说我爱听。瞅你那表情，那是爱听啊。妈妈，我有一条新短消息，看着没看着没，低头族手机控，你说现在的孩子成天这手就离不开手机了，这睡觉拿着手机走道，烦死了，都装成这样了你还叫哥，叫大姐啥呀你呢？还叫大姐？你说咱俩就是贴小广告的，你说你至于装成这样吗？哎呀妈，我说兄弟啊，啊，那你可不知道啊，你知道有很多我们的同行都壮烈了，就咱俩没牺牲啊。为啥没牺牲？为啥呀？就因为俺俩会装吗？啊，你说你要把事业做大做强你不得装啊？我是有目标的，我今年要完成1亿。哥，挣1亿呀、啊！贴1亿小广告。你那啥呀？这也算目标啊？实现不了。咋实现不了？胶不行。你看人家胶啊，往上一贴，啪，一年都不带下来的。你看咱们的胶，往上一贴，啪，哒哒哒哒哒，不到20秒就下来了，比那面膜子都快。再一个，他这小区物业太厉害了，哥，咱别贴了，换个地方。这，兄弟啊，你说就你这智商，你能想到的事儿，大哥能想不到吗？啊，他物业不喜欢卡着吗？对呀、啊，我就让他卡着不下来。怎么卡着？你以为大哥真是肚子大了？那是啥呀？这全是胶啊！妈呀！哎呦天啊，硅胶啊！那你不归是啥？是胶。你看胶啊，我还以为你是归呢。啥归归归的，就大力胶，大力大力大力出奇迹，天漏补天，地漏补地，谁要能卡着掉那纯属奇迹。那我这是算了，我给你打分。哎，给我看着点啊。哎妈呀！哎呀，哥，咋的了？这手感太好了！哎呀，太黏了，这也。你小心点啊，你别把那个手给粘上了。说啥呢？我傻呀，能把手粘上啊？有病吧？哥。刷子粘上了。我说你，我说你是不是傻呀？咋的了？啊？你咋把刷子给粘上了呢？我不想试试，那胶粘不粘吗？你麻利的，你把那刷子给我薅下来。你玩呢？啊？你使劲啊！我薅不下来，你搭把手。看去你那干啥事？快点！来，哎，一、
大力出奇招。我的妈！哥，刷子下来了，胶没了。妈呀！你说你能弄哪都是啊？你看你这胶弄哪哪都是。不是哥，咱走吧。我这怎么够这桶啊？我这。你看下炕呢还咋的？哎，不是，哎，哎，不行，咱走吧，正好是没人呢。哎呦，啊啊啊啊啊！哎哎哎！干啥呢？去！不是你干啥呢？这还有点焦，你去贴上吧。行。你撒手啊，你拿走啊，你不撒手我咋拿走啊，你不拿走我咋撒手，行我拿走。哎呀，粘上了，那咋整咋整。哎，这样哥，咱把桶放地上，脚踩桶上往上薅怎么样？好主意呀，兄弟。大力出奇剑，哎哎啊！成功，走。哥，问题是。老米呀、啊，看得出来呀、啊，你是真幸福啊！哎呀，妹子、啊，你这次来干啥来了？我呀，实话说啊，到你家我就想认个干闺女。啊，认干闺女来了？嗯，那好啊，我这仨姑娘相中哪个领走？老米，嗯，说话算数。对，不能秃噜了。那秃噜啥呀？不是你是认真的？你这人是太没意思了啊！到关键时候你就掉链子。不是，妹子，你听我说，不是我掉链子啊，我这当妈的同意了，咱还得问问那仨孩子乐意不乐意啊。老米呀，老米呀，我告你说吧啊，我没别的，我穷的就剩钱了哦，我就是拿钱砸，我都能砸出个干闺女来。那好。我跟你说啊，嗯，你今天要砸着了，孩子们也没意见，我当妈的没意见，但是你要砸秃了泡了，可别怨我啊！我还告你说啊，我要是砸中谁，你不许反悔啊！不反悔。好，我给你喊人。好，大美玲，哎，过来。哎，妈，啊，闺女啊，啊，你刘姨这辈子没有闺女，想认个干姑娘，啊，你看看相中你了，你愿意不？相中我了啊！哎呀，刘姨呀，啊，来来吃水果。哎呀，我愿意呀，刘姨呀。哎，你相中我了，真是您长了双慧眼呐！你看我们家所有的活都是我干。哎呀，我要给您当干闺女呀，我肯定给您照顾的白白胖胖的。我的妈呀，还没等砸呢，这孩子就愿意了。你闺女，我告诉你说啊，你要到了咱家呀，啥活都不用干呐，你就陪着我呀，天天说话就行。啊，是啊，哎呀妈呀，那太好了，这我愿意，啥都不用干，太好了。哎，刘姨，我愿意，我愿意，愿意，我愿意啊。啊，那就叫我一声，叫啥？叫妈呀。那您真当真了？哎呀妈，他开玩笑呢。我这以为他开玩笑呢。哎呀，这事哪能开玩笑呢？哎呀妈呀，这可不行啊。你看我又有老公又有孩子的，我不能都带去啊。没事，都带着吧，门丁兴旺啊。哎呀，不行，我们家刚子那人轴，我要跟他说他肯定不能同意。对，他跟我妈感情可好了，我草木老了，这突然认个干妈他接受不了，我们家人太多不方便。哎呀，多没事，都带着，咱家房子多的是，随便住。哎，这是吗？刘姨，你家房子真多。哎呀妈呀，太多了，我那个洗葡萄去，我给你啊。